欢迎各位同学走进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微课堂，我是来自运输管理学院的老师。欢迎走进条码世界，条码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，大家每天用到的支付宝、微信的收付款码、商品上的标签，还有快递单等，都有条码的身影。可以说，条码遍布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。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商品条码，在冷链物流管理中，条码也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技术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走进条码技术的世界。首先，我们通过京东物流的冷链物流宣传片《先期抵达》来了解冷链物流的全过程。我们这儿的樱桃长得最好，以前樱桃摘下来包装运走起码得半天的时间，现在好多了，京东冷链把车开到了家门口，仓库盖到了果园边，省大事了。听说远道的用飞机高铁派送，现在樱桃能不好吃吗？跟把果园盖在你家后院一样，从源头就新鲜。我们年产量预计在10000吨以上，发货和运输的压力还是蛮大的。我们的产品从武汉进了京东的生鲜仓，全国各地都收得到，不用自己建仓，不用自己运输，成本会降低很多。京东冷链帮我们花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。我们的鱼头是来自杭州千岛湖，我们全国有50多家门店，光北京就有40多家，每家店需求都不一样。京东冷链专门为我们定制了一套仓配管理系统。下单配送，量身定做，我是大厨，我说了算。冷链物流中的条码技术，从田间到餐桌，为了保证生鲜产品的及时性和可追溯性，从采购到仓储，再到运输等各个环节，条码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鲜产品信息的自动采集效率和准确性。采购环节，在采购环节，条码为每个独立包装的生鲜产品，比如一箱樱桃、一份鱼头等，分配唯一的一个身份序号。在仓储环节，只需要用手持或分拣线上的全方位扫描器扫描包装箱上的条码符号，便可以知道该产品来自哪里，要去哪里，方便生鲜产品的管理和自动分拣。在物流环节，通过手持扫描产品订单，方便装货验收，货物到达后，消费者通过手机扫描条码即可收货。在消费环节，消费者通过手机扫描产品的追溯条码，即可获得该生产产品的产地、生产时间、采摘时间、物流环节等信息，保证了产品的可追溯性。冷链物流离不开条码技术。条码技术是冷链物流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打通了冷链供应链条的各个环节，极大地提高了生鲜产品的采集与管理效率，保证了生鲜产品的质量，让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。那么，什么是条码？它的识别原理又是什么呢？下一课，我们将给大家分享条形码的定义及识别原理，期待同学们的下次聆听，再见。